是台中海线第一家星级饭店。是的，没错，要是你的宝宝、你的孩子还没有放电完全的话呢，这里有一间非常棒的亲子游乐场。不管你是在户外开车车、骑可爱的摩托车呢，或是你想要在室内玩一下可爱的球池，这是懒懒小时候最爱，都可以满足你小孩室内、室外不同的玩乐欲望哦。但是大人怎么办呢？大人的部分，看到我身后没有 ？SPA， 没错，舒服的 SPA 行程，为今天画上完美的 ending。这家位在台中梧栖的星级酒店，距离台中的临海奥莱只要5分钟就能抵达，不仅方便爸妈血拼觅食，重点是酒店内设施超贴心，小孩有专属游戏区可以继续放电，妈妈可以去 SPA， 爸爸也能健身，或是到会务中心看报章杂志喝饮料，就连回房休息，保证小孩也超嗨哦。放电了一整天，终于可以回到房间休息了，啊，好累哦。不免俗的，来个后空翻好了。上上池那是快，我到了哪里？天哪，这里是海洋世界吗？哦，不，这里有可爱的上下铺，还有每个小孩都梦寐以求的印第安帐。这里是哪？主任，主任，这里是哪？快告诉我。这里是我们的亲子主题房，那它是属于一个海洋风格的主题房。是的，你有被我吓到吗？有一点点。天，这里也太可爱了吧！今天晚上我要睡这里耶。是啊，哇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总共可以入住的人数的话，大概可以容纳到6位。那光小朋友的这个床铺的话，它就可以容纳5个小朋友。5个小朋友？是，它上面那爸爸妈妈要跟小朋友一起同住，它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它总共有3层，对，这上面可以睡两位，一位，对，5位。这边的话，容纳到爸爸妈妈跟一个小朋友3位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哇塞，好，那我们先顺便上下铺算5位好了，婴儿床还算1位，对，印第安帐又算1位，所以这样子谁生那么多啊？好多，可以装好多人，所以小朋友你想睡哪里就可以睡哪里。是，还有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床啦。是，那怎么会想要用这个海洋主题风格的房间呢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靠海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来到我们这边有一个海洋度假的感觉，让小朋友好像在身临其境的感觉。就他们会因此而更了解、更喜爱海洋世界。那我们大人是可以睡上下铺的吗？是，对，因为我小时候睡上下铺，就让我有儿时的回忆。嗯，那我们一起上床吧，走吧。好。耶、在一般饭店真的很难得睡到上铺哎。对啊，那你除了印第安帐之外，你有没有发现其他我们还有婴儿床、澡盆、床尾，还有婴儿消毒锅的部分呢？对，这些都是要加加购吗？那都是不用的哦，只要你在订房前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一声就可以了。你说是 free 是免费？是的。天哪，为爱你。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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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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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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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主人不想理我。以上有关懒懒腔调的画面，各位请自行删除。除了海洋主题，主任说他们也有丛林主题的家庭房可供选择。要是你家的孩子不玩到最后一秒不肯罢休的那种玩场款，就非常适合来台中港入住这家酒店哦。节目最后，懒懒预祝全天下的爸妈都能成功驯服家中的小毛头，好好享受浪漫的两人世界。See you。